呢条片想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嚟自太阳嘅维他命就系维他命 D 啦。好多时咧，我哋有图里面见到好多亚健康嘅问题咧，好似经常都好难瞓得着啦，有啲抑郁嘅问题啊，病咗咧就好难，好容易病啦，同埋病咗好难去康复啦，需要时间比较长啲啦康复。咁啊，另外咧就系伤口好难愈合啦。同埋咧，就經常好攰啦。仲有一啲情況咧，就係喺冇撞傷嘅情況下咧，個腰背會出現有腰背痛啊，同埋呢個骨頭肌嘅痛嘅。咁啊，仲有皮膚好容易敏感啦，仲有咧就會有時會出現心悸現象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好大機會係缺乏咗維他命 D3 嘅。我哋喺認識維他命 D 嘅時候咧，可以思考一下以下的问题的。那什么是维他命 D 呢？为什么会缺乏的呢？怎样去补充维他命 D 会好呢？那补充过多又会怎样呢？那吃什么食物是比较有丰富的维他命 D 呢？还有如果以补充品来补充呢，那是怎样补充比较好呢？那这里呢，我们先讲讲咧，维他命 D 咧系一个脂溶性嘅维他命啦，佢系负责增加我哋肠道对钙啦、镁啦同埋磷酸盐嘅吸收嘅。常见嘅维他命 D 咧最主要分咗两种，第一种咧就系 D2 啦，叫做麦角钙化醇，咁啊来自植物啦、同埋细菌啦、同埋呢个酵母嘅。第二类咧就系叫 D3 啦，又叫做胆钙化醇啦，咁啊嚟自动物噶啦。维他命 D3 亦都可以分为活性同埋非活性两种嘅。咁活性嘅通常系经过医生嘅处方嘅药物啦，佢个单位咧通常会写做UG 嘅。咁非活性嘅维他命 D3 咧系比较安全啦。咁摄取后咧，我哋身体咧可以自行喺肝啦同埋肾脏咧就转化成咧个活性嘅维他命 D3。摄取过多咧，人体就会自行去调节嘅。就不會造成一個鈣磷的失衡。如果補充維他命 D3 的時候，如果依照一個建議的指示去補充，都是屬於安全的。它的單位通常就叫寫成叫 IU， 叫 International Unit。 人體的皮膚細胞裡面含有一個叫七脫氫膽固醇，它接觸了陽光中的紫外線叫 UVB，就會產生一個肝的化學反應，就會製造了活性的維他命 D3。 缺乏維他命 D3 呢，可以在下面的圖看到有些最主要的原因，就因為長時間在室內裡面活動，很少出外曬太陽，很多時候我們稱之為宅男宅女，經常不出街，或者是辦公室的 OL 呢很怕曬太陽，咁佢就驚住有班啦，又好少出户外運動啦，咁呢類型嘅人士咧就比較容易咧缺乏維他命 D3 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出邊經常出街食嘢咧，就係食到啲快餐嘅食物咧，佢哋都係比我啲營養唔係咁均衡嘅。咁攝取維他命 D3 嘅情況咧，有好可能都係不足噶啦。咁啊～仲有啦，就係如果經常使用一啲防曬用品咧，咁你阻隔咗吸收陽光嘅叫做 UVB 啦，個紫外線啦，咁我哋個皮膚咧就好難去製造維他命 D3 嘅。根據美國國家衛生院咧 NIH 建議咧，維他命 D3 咧有以下嘅攝取量嘅，咁咧佢分咗唔同嘅年齡層啦，有每日嘅基本唔好少過幾多嘅 IU 啦，同埋上限咧唔好多過幾多 IU 嘅。咁先睇睇咧，就零至六歲同埋六至十二歲咧，基本唔好超過400嘅 IU 啦。就零至六歲唔好超過1000 IU 啦，六至十二歲唔好超過1500 IU 嘅。咁一至三歲同埋四至八歲咧，基本都係600 IU 啦。咁啊，一至三歲唔好超過2500嘅 IU 啦，四至八歲唔好超過3000 IU 嘅。咁九至七十歲啦，基本又係600嘅 IU 啦，上限唔好超過4000 IU。71岁以上咧就系800嘅 IU 啦，就唔好超过4000嘅 IU 嘅。咁另外怀孕同埋哺乳嘅妇女咧就基本有600 IU 啦，
和上限都是不要超过 4000IU 的。那维他命 D3 呢可以参考一些、所谓的毒性剂量是怎样的。如果每一天呢就、食用3万的 IU 持续了食用3个、10个星期呢，或者是每一天食用10万的 IU 持续呢、去3个星期呢，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毒性的剂量啦。但是因应我们解决亚健康问题呢，在我们的肝肾的功能的正常情况下呢，其实每日服用呢2万 IU 呢以下的也都属于、比较安全的剂量的。那、毒性的剂量呢常见的症状是怎样的呢？就好像是厌食啦、腹痛啦、呕吐啦、便秘啦、消化性的溃疡、胰脏炎和肾功能的受损的。那、很多时候会出现有肾石的、机会的。咁维他命 D3 咧含量比较高嘅食物有边啲有边种咧？就我哋喺个表度可以睇一睇啦。啊，鱼肝油咧一个茶匙咧有1360嘅 IU 嘅。咁咧黑木耳咧20g 咧就有394。秋刀鱼50g 咧有380。罐头嘅沙丁鱼75g 咧144。牛奶250ml 咧就有103-105。咁雞蛋兩個咧，先至有57-58嘅。咁啊，但係豬肉咧75g 咧，先得6-60嘅 IU。嗱，呢度咧可以同大家推介一隻咧，叫做 Hollows 嘅維他命 D 三啦。咁佢一樽咧就有250粒啦。咁啊，每一粒咧就有1000嘅 IU 嘅。咁佢係嚟自羊毛脂嘅萃取啦，咁佢係非殺生，所以食素嘅人亦都可以考慮使用嘅。佢嘅特色咧就係每一樽咧就比較多粒數啦，就係、是、低劑量啦，咁佢配合唔同嘅年齡層啦，可以因應唔同嘅情況下靈活去運用嘅。咁佢幫助我哋去吸收磷質同埋鈣質啦，咁咧就埋預防同埋改善個骨質疏鬆啦，可以保持牙齒嘅健康嘅。亦都可以維持我哋健康嘅免疫能力啦，同埋病咗之後咧，可以加速去康復啦。咁仲有咧，仲可以協調我哋啲炎症嘅反應啦，預防一啲患疾嘅，同埋佢可以維持我哋心嗰、那個血管內皮嘅功能啦，預防我哋嘅動脈嘅阻塞嘅。咁佢一樽咧250粒咧，每日食一粒咧，個基本嘅用量咧，都可以食到250日啦。咁每一日咧就如果你想加強個效果，就每日可以都早晚餐後都各兩粒嘅。咁咧就即係一日咧就食4000嘅 IU 啦。咁一樽咧都可以食到62日咁多噶。咁如果對呢個產品有興趣咧，就可以按以下嘅連結詳細入去睇睇啊。